我很感谢我的父母选择了 ProMission， 也很感谢 ProMission 对我的栽培。当我踏入大学时，我发现到我和我的朋友都有很大的差别，尤其是在我的自信心的方面，我很有自信地站在台上表达我自己。那在学习态度、人际、待人处事，都很明显地看到我和我的同年龄、同岁的朋友都有很大的差别。我有两位孩子，那么他们还没有参加这个 ProMission 之前呢，他们是没有信心，然后呢就是没有主见的一个小男孩。那么现在他们已经不一样了，他们越来越成熟，越有自信。我喜欢他们现在的样子。出来社会以后才发现 ProMission 的课程不只是在学校可以用到而已，其实它整个课程都是在为我们的未来，为我们在职场上做好充分全面的准备。他们塑造了我的态度以及我的能力，而这些都是职场上所需要的对象。在我还没大学毕业之前，就已经有公司开始来找我工作了。 ProMission 是一个非常棒的课程，它能够训练我的孩子成为 follower， 成为一位 leader。 现在他已经很有自信的去领导别人了。谢谢林妙咪，谢谢你们硬硬的把我放进 ProMission 里面，因为在 ProMission 我学会了谦虚，在 ProMission 我不再叛逆，在 ProMission 我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方向。谢谢林妙咪，谢谢 ProMission。 在这里，不管你想不想让你的孩子上 ProMission， 首先你一定要先去了解什么是 ProMission， 他们在教些什么，他们如何帮助你的孩子，因为 ProMission 真的是太棒了。